月季花修剪后没多久，枝条顶部就枯萎了。你以为剪掉就可以了吗？结果没多久又枯萎了，甚至整盆枯萎。其实这是典型的枯枝病。剪掉后可以多做这一步，那就是用好清闲一粒兑水500倍，均匀喷洒全株，3天后再喷一次即可。家里的植物出现黑斑、白粉、灰霉、炭疽、枯枝等，都可以用它喷一喷。点视频左下角商品就能买到。